掉。你是真神呢、欸，太扯了吧！无杀贝塔 Q， 哇，贝塔 Q， 哇，太棒啦！上去上去上去，那我们要跟你道歉了。怎么可以把我马打死？好过分哦！你们想骑马打我们？好扯，有人 Pentakill 啊！他五杀，谁 Pentakill 啊？发发 baby 啊！你们全部都是被他给收了啊！五个啊！小雨团团二零零波波，还有最后梦的。我们是那种大家走过来啪，然后就死了哈，啪就死了。他说你们在对他下水饺啊？哇，水饺好吃吗？亏他一开始啊，他自己还受伤三次，每次都扣一颗星，不晓得在干嘛。原来是一个献祭之力，是不是？哇啊，那肯定的吧。越战越勇哎、欸，血越少越强哦。我想说还在旁边打一打，忽然间。爸爸说他一刀接着一刀，一刀一刀又一刀，偏一刀一个，哇，好，雷文本人是说，哇塞，战神发，战神发，太强了，一堆书都在你身上，笑死了，他刚传过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还刚刚二零零发呆一下？嗯，对他发呆了，二零。二零刚呆了一下，所以我砍他一下。只是直接滑手机。嗯，我看二零呆一下，然后爸爸都追过去，我也跟着过去。哇，你们好坏耶！不是，我们要打醒他。有几顿哦？哎、欸，我们一直在地表跑来跑去，都没人。我有遇到过你耶，你超凶的耶。有吗？还没骑马。没有，那时候你没有骑马，我就只是过去，然后换间那个小雨，小雨就分还分身术，两个小雨在那边追我，就想莫名其妙。我是三个耶，我没有打蜜蜂，我从来不打蜜蜂的。我才打，我只看他家很漂亮，然后想要借一下住啊，借住一下还好吧。过去偷打人家的工厂。对啊，然后在那边找香香，然后就看到波波，然后过去打波波，就看到诺英在那边看看那个很深的洞。就诺英就死掉了，诺英就死掉。我就想说啊，不要看啊，直接跳下去就好啊，下面是水啊，对不对？我把诺英打下水，危险呢。没有人要跟我下去，我就在思考，算了。有啊，我就陪你下去啦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讲，不用思考，下去。下次，吓死了啦。没事啊，我们这队一开始就一直在道歉。道歉，我们说那个自己八七摔伤就要道歉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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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开箱子，然后就是苦力怕只扣半颗星，爸爸还强烈叫我道歉。然后巧克力现在不道歉，他不玩了。啊，这游戏真难啊！真的、哦、啊，我都不敢受伤，我压力很大。没事，我们保护你，好嘞。哎呦，上一场保护我，下一场就要打死我了。物资箱继续嗨哦，二十五个物资箱哦。哇，可以再努力的寻找。好的，寻找宝藏，找宝藏找起来。一样有金头颅啊，这一次更刺激一点，好不好？同队伤害也有。好喂，因为像刚刚那种传送过去，其实很容易是打到同队的。嗯，我刚刚也是直接先挥同队，嗯、管他的，先挥再说。看到人先挥就对了。对，没有，我是给爸爸打气，你看他马上就五连杀了。哦，大魔王来咯，看看大魔王。哇、哦、哟、哎欸，哇，我可以躺赢了。完了，小雨的音效。哇，我今天跟偷团有缘，很有缘。当然了，摸不丢。哎、欸，你们完全一样吗？我们一样，一模模一样，一模模一样就换喽。好，噔噔噔，有，是我跟诺一很有缘。哎、欸，我们三个是不是没变？哎、啊、呦，换梦娜，有，我们换了，你们换了，好嘞，那就一二三分开，好，拜拜。哦、那我在跟你讲，拜拜。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我需要磨一下，你们要不要先下去、啊？我也觉得哎、欸，我觉得。对呀、啊，我不知道。先下去再磨吧。我在剪脚趾。
他们好烦哦。他们是不是又不想下去了？对，我看波波是绿色，我把波波直接传到绿色，移动到绿队分队，强制他。看他队友要不要下？下去下去。啊，二零，等下跟你讲，我们只要八七受伤就要道歉，然后战斗的事情、困难的事情交给法法就好。没有，今天的法法特别强啊。没有，那个都是运气好。怎样？没有，都只是对手太弱。乱讲。都只是对手自己要贴上我的武器。好扯哦，法法。没有，太扯了。那我们要离他远一点嘞，不然他等一下六亲不认，连我们都砍了。这个不是团队游戏吗？我们应该要合作吧？是合作啊，但我们的头很害怕会被你砍掉啊。那你就想，如果你们被我砍掉，啊、金头颅对金头都在他身上，反而他可以一打六。连队友都杀，而且自己都打。好可怕吧？太凶了啦！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那个手挥不下去啊，看到你们手就停下来了，手就停下来，所以我们等下离他远一点，这样他才可以大刀阔斧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其实你刚刚蛮直接突入的，很棒。刚直接往二零那边跑过去也是法法先，我才跟上的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就看到二零在发呆，然后法法直接冲。Nice， 不是啊，那作战之际还有人在发呆，这很扯哎、欸。没有吧？可能你是那个啊，但我们不管的啊。我在观察局势。对，观察局势，然后就用观察到一半就变成旁观者观察了。哦，旁边有狗狗哎、欸。可以找，这个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找骨头，只是有点难。对，箱子里不晓得会不会有啦。我觉得还是一样、啊，那个物资箱真的还是香、欸，只是这一场的比较大一点。各奔东西咯，各奔东西咯。好，没问题。啊。哎、欸，这些笨蜜蜂，他们家没了，他都不生气。好呆，好呆。呆露出萌萌的表情。这个礼物家在哪？我完全没有头绪啊。他们离太远，然后我把他家给变不见，然后他们不会生气，好笑。哎呀，哦、哎，你们找到几个箱子了？没有，还没找到。这边树好多，好多蜜蜂、哦。我们要来计算哦，看谁找的箱子多哦。箱子都是充满着力量的哦。有奖品啊。有啊，我们的尊重啊，发姐的尊重，我们给你的鼓励，不错吧？你很棒，可以这样子。还是二零要给我们什么？我看人了哎、欸，你看人，你看谁？可是我们还没有东西。谁？不知道在下面的那个远远一里。怎样你？你不是不？你看不出是谁是不是？你不屑，你不屑看我们，难怪我就一直觉得二零怪怪的。我看到那个门呢、欸，对我也是哎、欸，啊门，嗯，废弃的地狱门。哦，对，我看到你了。可是那个好像要铁镐，没有铁镐。有铁镐的话，等于是有两个黄金，所以我们要找箱子。对，箱子也有会机会有苹果。哦，方法往那找，听起来很赞。我们有开吧？为什么一个都找不到啊？没看到哎、欸。二零有看到吗？很扯哎、欸，很扯哎、欸，二零啊，箱子，你有看到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我改变策略了，我要去那个水下挖铁。那个是谁、啊？你要小心哎、欸，二零。啊，可以啦。不是，妈妈，你怎么可以小看二零？他是马来西亚最会战斗的人哎、欸。不是我怕他被骗走。他说：“那你好像很好玩，就走掉了。”哦，那倒是，因为他也是马来西亚最单纯的人。单纯也好，单纯。
嗯，夸你夸你，不好啦，不好啦，单纯就是小心机，单纯就会永远的纯洁无瑕，不会被污染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要知道法法当初也是算是单纯的，然后靠近波波之后，他现在什么话都敢讲了，很可怕啊。哪有乱讲？什么都瑟瑟发抖？什么东西？哪有？哎呦，有免没有免烧？我这边有铁了。哦，三五五个铁。狠狠的挖下去了，管不管？哦，水要挖哦，我这边有一个超多铁的地方 ，nice。哦，花凡要不要？我们要不要那个啊？回去那个地狱门那里？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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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你有受伤？摔倒是真的，没错，对不起。跳。道歉。对不起。我们那个地狱门那边见，爸爸。然后你帮我那个木头多一点。我们等一下。我很多，我超多一组。好。够吗？应该够，应该够。我们做熔炉，赶快先烧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带着木门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这个水找不出出口。我已经到，我到，我到了，我在你家门口，你还没来。火锅店。我找不到，我找不到出口，生命的出口。出口。生命的出口，一口气，一口气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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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哪里哪里耶！做熔炉。哎、欸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来来水这里，来沙漠这里，沙漠这里。哦。你那边有那个小雨，我看到小雨了。好。开撤。我在烧，有没有？这里，这，对对对，你有。有合成台。还有鹅卵石吗？可以再做一个熔炉。有，这里。碎碎碎。然后木头放进去，木头放一半，放一半。OK， 放一半，那我这里也放一半。好。好险，好险哦！你要羊肉吗？是不用，是不用。好吃。你们有那个吗？苹果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我去挖好了。等一下，小雨就在那了，小雨就在那了。那个，你们做盾牌，你们做盾牌好不好？箱子里那个熔炉在烧盾牌。OK， 没问题。小雨在偷看，小雨在偷看，我冲过去，我冲过去，给他一个威慑力。OK。有啊，逃跑啊，逃跑！帮我掩护 ，OK， 打掩护 ，OK， 没问题，好了。现在时间还有四分钟啦，所以我觉得我做个铁镐挖，然后我们去拿木头，这样有机会。OK。有机会有那个啊，金苹果。金苹果。对。我们去。我去挖个树好了。对对对，橡木树哦，你不要认错树哦。我想就是白白旁边那个嘛，白白以外的。白白旁边会是什么也不一定哦。橡木树就是橡木树，往他们那里走。嗯，七箱子吧，铁还有七个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请道歉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等我收集一下这个东西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扯。对不起。挖个金砖，它底下是熔岩块。我刚刚也很怕烫到。哎、啊，我有苹果，苹果。哦，是，还可以再一颗，我们可以做两颗。OK， 我看我运气好不好？感觉会死哎、欸。我先给你。你为什么会死？这下面很大哎、欸。那、啊、你不要，你不要下慢下去啊！没有人叫你下去啊。那我到处瞎逛。瞎逛。虾哎、欸，二零鸡，不行，吃生鸡肉是米菲才做的事情。我吃生羊肉，我也吃生羊肉。羊可以，鸡不行，猪也可以。哦、羊可以生吃是不是？麦块对，麦块里面这些可以。我还以为是真实也可以生吃、欸、也没有到生吃啦，但羊会有那个、啊、五分熟啊。好的，哦、对哈、哦，生鱼片，生鱼片发是爱吃吗？嗯，普普通通，没有特别爱。
你知道发最喜欢什么吗？他最喜欢吃高丽菜。没错。